我鼻塞，我的鼻子不通，什么东西？我的鼻子不通，大家，妈的，智障！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的视频，我是 CC。今天呢，我感冒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出，我的天哪！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的视频，我回来了，但是呢，我现在的鼻塞非常的严重，你知道吗？我都不知道。我要怎么用鼻子呼气？因为这个完全都不可能，所以我必须要用嘴巴呼气，所以说话会非常非常奇怪。今天我们要玩的这个游戏呢，叫做手握礼器，是关于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有可能就是关于这个。所以废话不多说，让我们先开始。OK，这个是不同模式，可能我玩个 shooting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比赛做视频，我不知道你们听的难不难受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们听的难受的话，吸我大屌。OK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个是我们的右手，所以我们可以，对吧？这样子可以吧？等一下，这个是我们的裤子，所以我开玩笑的。OK，我们要怎么玩这游戏？F1 是 help，我看一下，ASDF space 是手指，所以 ASDF，我们先来试一下，我们这个右手能不能抓到这个他妈的任何一个东西？不可以，我们再打自己的左手就和一个弱智一样。我不爱你了，左手，你给我吃屎！哦，这有把枪，我发现了，我这有把枪，我们要怎么捡到它呢？我们要换手吗？我们要换手，把手移到，我知道了，这样子，然后把手移到下面去，看好了，然后呢，我们握起来，哎，BY 熬下来，这不就好了吗？这不就有枪了吗？然后我们要怎么射？这是个好问题。然后是按这个扳机对吧？按这扳机要怎么按啊？我操，太难了，我们首先要装子弹对吧？哦，这个东西已经打开了，OK，我们把它拉回来。拉回来，兄弟，我们拿一个子弹，对吧？子弹，哎，聪明，装进去，子弹，抓不到，太难了，子弹，这个游戏是给弱智玩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哇，这个要怎么？OK，我们拿左手先拿起这把枪试一试，抓起来，然后右键是转手，哎，非常酷，哎，然后我们。弄起来，然后呢？哦，不对不对，我们应该拿右手抓住，对吧？然后左手来上子弹。OK，我知道了。换手。哎，我的枪呢？兄弟，你他妈手倒是起来啊！哇，这个就是跟自闭症拿东西一样。OK，抓起来，抓住。OK，然后起来，然后换手。哎，这样子，对，哎，你看这个手就非常的完美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个游戏啊，让我想摸自己，是的啊，我非常喜欢手枪，让我感到很刺激。这个是我对自己的看法。OK，我觉得刚刚那一个是非常的牛逼啊，需要被鼓掌，被大家支持。OK，鼓掌。No，Why？这个模式太难了，OK，这个模式太难了，我们换一个模式。这都是什么鸡巴游戏啊？Horror，恐怖，这个是恐怖游戏吗？现在是，我现在很怕，你知道吗？我能不能这期视频就是到这里结束了？我这个人，Fuck，Get away from me，No，我不喜欢恐怖游戏。我知道他要过来，你知道吗？他妈的智障！我操，不玩了，我们玩下一个模拟游戏。OK，下一个模拟游戏，这都是什么垃圾东西啊！我操。OK，cockroach simulator。OK，cockroach simulator。OK，很明显就我一个人，我现在是人类。WSD 移动，鼠标看，左键 interact，C 是蹲下来，但是没有人玩这个游戏，所以非常厉害。所以我们就等着。
OK， 最后一个游戏叫做这个这个都是 Steam 上面这个弄成一个礼包了，所以这为什么我三个游戏一起做。下一个游戏是 Fly Simulator， 是苍蝇模拟器，应该和蟑螂模拟器有些区别，你知道吗？希望是 OK。苍蝇模拟器，我们来玩苍蝇。很明显，这又是一个需要服务器的游戏。然后现在只有一个人，这个是个人吗？答案是，好像是的。哎，好像是那个什么的。我们要干嘛？我们要把他妈的东西给这个弱智。你要吃什么？行啊，我是人对吧？我是人，那个是个苍蝇。What the fuck？ OK， 我要先给他 serve 东西吃。但我不知道他要吃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怎么知道你他妈要吃什么？你他妈又走过来。OK， 有两个苍蝇，这个游戏里面很明显有两个人在和我一起玩。我们现在是负250块钱，那个苍蝇我们怎么弄死？按 E 是踢。OK， 然后按左键是打。你好，这个人要吃东西对吧？你要点什么？你要刺啥？我他妈弄死你！我操！我把人杀死了。No。你要吃什么？你个弱智，他妈的尸体我们这里不接受，你给我滚！啊，他被尸体吓走了。我就跟你说，尸体应该滚，你知道吗？你给我滚到这个街上去 ，OK？ 再见，我们不欢迎死人进来我们这个商店 ，OK？ 虽然是我的责任，他妈你被我一个菜蛋打死，你说能是我的责任吗 ？OK？ 我操，他也被吓走了，完了，我们得把他拉到里面去。哇，那外面所有人都会被吓跑。我们能不能烧这个尸体啊？哎妈的 ，OK， 厕所，你到厕所里面 ，OK， 你安安静静的到厕所里面，给我进去。哎，这里等着，再见。希望不要有顾客用我们的厕所，你知道吗 ？OK， 下一个有人进来吗？哦，你要吃什么？这位女士，我们的餐厅非常好，没有任何苍蝇，真的。你妈的都是坐呀 ？OK， 你要吃啥？Bring the order to customer. What order? What the fuck do you want? What is your order? 那他妈是把枪。OK， 牛奶。妈的！我弄死你！他妈回来！我刚要给你一个杯牛奶，你他妈就跑了。哇，就应该这么射他了，你知道吗？赶紧，你要吃什么 ？OK， 这次我们直接去拿牛。哦，我们可以按 shift 跑。我他妈才意识到。OK， 给你一杯牛奶。OK， 你要吃这个吗？送给你，放哪里？放哪里？怎么放？放这里。妈的，兄弟，光圈！妈的，光圈！我操！这里，哇！难道你不喝这个吗？你的 order 在哪里呀？哪里有 order？ Pizza 吗？是这个吗？是这个吗？兄弟，我来了，下一个。哇，你个弱智，我弄死你 ！OK， 我们等下一个顾客过来 ，OK， 我就不相信，我玩一个游戏能这么垃圾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什么东西？水枪，差一点 ，OK， pizza， 我没有 pizza， 你要吃什么？你要吃 pizza 吗？我给你吃 pizza， 你不吃 pizza 你就吃我大屌怎么样？哎，我操，这么牛逼吗 ？OK， 我们要护着，不要让苍蝇过来，苍蝇呢？我操！OK， 没关系，苍蝇没有吃到。What the fuck? Why? 有什么问题，兄弟？我就把你披萨拿走了，所以呢你就跑了吗？啊，你个弱智！等一下，还有10秒，还有差不多3秒吧，估计就没时间了。Come on, pizza! Yes, yes! 你给我滚！妈的！不要过来 ！OK， 可以 pizza， 完了，苍蝇要去找他了。苍蝇不能到披萨里面。OK， 这里没有苍蝇吧？你他妈吃个披萨吃这么久，难怪你知道吗？难怪会有苍蝇过来。OK， 这里有苍蝇，这些苍蝇不会玩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不会飞到里面。你给我吃，我操 ！OK， 这里有个苍蝇，我看到了，我怎么干他？有人被吓跑了吗？前面刚那个声音，我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你再不吃完，我他妈踢你！把他踢死了。什么东西啊，什么垃圾游戏啊，不玩了。你过来，你要点披萨是吧？给我吃屎。是的，还有你还没吃完啊，再见。
滚你妈逼 OK 感谢大家收看这个视频 OK 这个是今天的三个模拟器，我觉得三个游戏都非常好玩，特别是第二个。你喜欢这个视频吗？还是你特别被我的耐心程度感动了？那么你可以留一个订阅、硬币和收藏，不喜欢的话吃我大屌 OK 大家再见，拜拜拜拜，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。